哎呀，我还是个点烟落手，那你就别想碰着我了，点烟。来个女神之泪，折磨王。谢谢，叫我小呆滞吧。那闪也没有用，漂亮啊兄弟们，哎呦我漂亮啊，我们回家出个鞋落手直接不用玩，知道吧，我们回家直接一个皮孩，他根本碰都碰不着我们。我买四瓶药，出一个皮孩，四瓶药，女神之泪。先打不了一下，在里边。点。W 点。点。W 点点点点，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闪现，嘟嘟嘟，哎，为什么他能拉得到我呀？这个距离怎么拉着的呀？完了，坏了，坏了。我没有闪现了，韩服勾着比较长，不可能拉到啊，我一有鞋，二有减速，我们回头 A 他，他不可能拉得到我呀，这个距离我真是有点搞不明白。而且我那个闪怎么 Q 也没躲掉呢？乱七八糟的。W 点。点。点，眨眼，点，点，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 ，W 再见。
笨样儿吧。吃个塔皮回家了。干哈呢？他要拉我，没有闪现不可能拉得着我。他出三速鞋了，这边他出三速鞋了。当我那什么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对劲儿了。当我点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对劲儿了，事情不太简单了，他出鞋了。我妹的也得来个鞋，他出鞋了，我妹也得来个鞋。没有大这个，而且上边大招放的也不好，正好他拉我的时候把我大招控制抵消了。玩的整体玩的都不太好，第一波就不应该被他拉着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被拉到的。爸爸妞，点点，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爸爸妞，嘟嘟嘟，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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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爸爸妞，点点，好，真他妈的！而且狗屎运吧，还升了个级，你知道吧？正好有个小兵被那个那谁给吸死了，被稻草人给吸死了，正好有个小兵。跑得有点快呀、啊、其实不太用闪现，他没有大招。哎，我让他拉好了。哎呦，
탕했습니다우리가저들을자유롭게한다去一波下路看看。哎呦，我漂亮！有没有跳弹？没有用啊，无敌人打不死人。下路推了，没事，帮他们推下路，下路兵线。来，小龙。这 EZ 这么装备，也就是旁边有稻草人，没办法，他把 E 交了。先杀稻草人，漂亮。能点死不？来呀！这干哈呢？点死他！哎，六百块。上路不要了，要什么上路啊？上路塔都没了，还要啥上路啊？狂风之力。我上路能拿六百，我下路能拿六百块钱，我去上路干嘛呀？哎呦我，还好我技高一筹，狂风之力打法妞点，哎呦我靠，几换几呀？打这么久才三换一呀、啊？谁的掠食者？
稻草人的掠食者。我们这个阵容啊，是得多着打，你知道吗？先把小黄毛杀了，漂亮！可以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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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追。没事，他俩应该打不死你，把峡谷打了。快跑！回家啦，1100，差点钱。要了，给他们了，中塔。那永恩也发育挺长时间了，我们先来一个这个。现在我们有40%的暴击概率，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水银。我给永恩放个风，赶紧撤。其实你就早点跟他打，你知道吗？别磨磨唧唧的，你是磨磨唧唧磨叽半天，跑也没跑了，你是。可以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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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打。没什么不可以打的。没有人呢。对面稻草人没有大。先把这冰人给我杀了。哪来个落手？快打龙！烫死没？还没烫死。让傻子吹波扣了，难呐！公众정찰실시저항은인간의특권이다不过我们家三条龙，马上是第四条龙，还可以接受。
金克斯可以来，我们可以试试大龙。阿德尼卡也是。오늘을견뎌야내일이올수있는것차를차지했습니다무한한가능성이라도새빨간거짓말같은차를차지했습니다哎呀，不让摁技能啊！我操！我抢 AD 红 ，AD 不高兴了。这 AD 配拿红吗？他那人头都谁给他拿的？他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他还不高兴了？嘿，我操，他还不高兴了？他爱高兴不高兴？我从九级就开始往下路走，我一直在帮他们打，一直在帮他们，一直在帮他们，一直在帮他们。我们一直在打团，一直在打团，我连线儿都没有。他还不高兴。徒弟的伤害能有我高，今天红就给他。略微带带线儿，到时候中塔一拔，这小黄毛怎么出了个日炎呢？还能玩了不？你们还我需要一个清雨儿，确实。干嘛呀？先回家把魔切做了。我觉得我需要一个青雨，他们家沙漏太多了。不行，我这把不出那个暴击青雨了，我不行，我出那个减速青雨。那也只能出青雨儿，这魔切其实出出来伤害也不够，
算了，出魔蝎吧，出魔蝎出完以后再出那个青玉，我需要个青玉，一定得要青玉，没有青玉不行。配合不错呀，这冰女喂的挺刁钻呢。哎呦我漂亮，永恩打死一个还可以接受啊，青女吧，冰女这玩意儿呢，我们出啥也没有用，冰女出什么她也能冻住我。这边 EZ 虚击环境其实特别好，没有人能打死他，整个小冰拳。没办法，挂了得了，他有闪现。水银我也不要了，我想了一下，有水银也没有用，有水银也是死，他们家控制太多了，水银不要了，我们直接就青雨加无尽，还有一分钟小龙，他们大龙也没打，挺好，小黄毛让我点死了，小黄毛是600块钱。哎呦我操，漂亮，兄弟们给我杀，给我杀，哎大龙能不能打，哎呦我操，稻草人大龙拿不了了，这波纯纯的打赢，漂亮。我们这波勾引成功，小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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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魂了，龙魂了！快点，快点 ！EZ 拿不了这龙。无敌人有没有移动速度？无敌人，哎，我无敌人龙魂了，漂亮！拿下！哎，龙魂就好办了，多来两个针眼，看病。
红给金克斯，此时此刻金克斯是需要一个。完了，上当了，对面的瑞饼把我们给勾引了。嗨呀，对面的瑞饼，我操！没事，龙给咱们，小问题。马上人复活，看看落手能不能杀，看他走不走。还是得要个水银呢，不行，无尽不要了嘛。冰女真的好烦啊，还是得要个水银，不行，得出个水银，没有水银不好赢。那水银的虚区环境太差了。落手他妈的，狙击永恩没在，狙我要射稻草人，那落手把那稻草人大把我剑给我挡住了。开命本来就可以开命嘛，那他不来呢，你说能咋整啊？他也不来团，不来就不来吧。怎么这么难啊？你想看我连胜，我们就随便玩一玩。你要想看连胜，我只能尽力跟你赢，赢不了也别怪我，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是神仙，赢不了的就拉倒。